各位早晨，我是五仔。早晨，我是希。我们 Hey Five 晨早新闻报串，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下我哋翻工啦，系嘛？系啦，咁啊，今日天气如何呢？嚟到9月19日礼拜一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。咁根据香港天文台初步分析，喺琴日晏昼2:44，台湾发生咗一次6.9级地震，震中央位于台东。东北偏北约48公里嘅，另外台风南马都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啦。咁而家集结喺长期东北偏北约190公里，预料会向东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，横过日本本州沿岸嘅。咁今日天气预测系短暂时间有阳光，亦都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。晏昼酷热，吹轻微至和缓嘅偏西风。咁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概系6，强度属于高。好啊。哇，咁啊睇到有个新闻啊，斩到成地都系血噶，我哋冇办法攞个图出嚟，整张示意图你望下啦。左上角啊，一个人被斩至昏迷啊，元朗嘅生日会咧又斩人啊，点解又咧？之前咪斩死咗个咯，已经定打死咗个之前，而家又斩。斩啊，斩四个啊，点解咁样嘅？咁啊，另外咧，琴日嘅。大风吹啦，哇！嗰、那个风势去到成70公里啊，强风啊，20人啊，需要支援啊，打个电话去求救啊，两个人堕海昏迷啊，几夸张啊！玩独木舟嗰啲啊，真系要小心。咁啊，另外睇到咧，有个17岁嘅学生咧，俾人通街咧就夹走咗，系咪嗰啲叫做勒索绑架咧？原来咧就禁锢，原因消息指啊。呢、这个17岁嘅学生曾经问黑帮咧就借过10万元嘅，哇有冇搞错啊？后生仔咁多钱做咩？咁啊，另外睇到有单新闻就系商台记者投诉被警员啊用呢个海绵弹射击，咁啊警方列作无法证实喎，哇系，佢又过瘾喎啲记者，佢报道呢个新闻嘅时候咧就。就整张相咁啊，几个阿 Sir 支枪就向住警察，即系记者嗰啲方向指指下咁样啦，啊咁，但系警察就列无法证实嘅呢件事。咁啊，睇到一单轰动喎，澳门入珠海啊，即系澳门入呢个内地境嗰、那个海关嗰啲啦吓，即系珠海嗰边啦，而家只需要48小时嘅核酸证明嘅，有冇话隔离嗰啲啊？听都冇听过吓、啊，我阵间详细读俾你听啊！你知香港又话要逆向隔离又成成噶啦，咁但系似乎而家澳门嗰边就哇喺、放宽、哦，咁香港呢边咧死亡人数就暴升啊！如果以我睇个数字，嗱确诊咧就跌咗即系7322，但系死亡人数咧就新增去到23个，平时啊10000都系10个8个左右啊，点解而家多咗成倍几咧咁样样？咁另外喺港铁有个14岁嘅少女又被非礼啊，又系遇到路人虫啊，61岁啊，咁啊搞震喺度。咁啊讲下啦，你知而家啲气候好严重啊，你劲台风啊嘛。啊！又有嗰啲咁嘅地震啦，系嘛？连环地震啦，咁香港亦都有怪风喎。就算唔系台风咧，大澳录得每小时啊110公里嗰个猛烈阵风噶，哇！黐线啊！佢无端端行出街又唔系一号风球都冇料到啊，佢又唔系喎，一行出街，哇！你黐线，流浮山90公里猛烈阵风，一刮啲怪风咯。琴日就系横风横雨噶。啊咁啊！你跑马啲马都唔敢出去啊，可能行雷啊！琴日咁，所以啲水上活动咧相当之危险高危啊！啊咁啊，阵间再讲个详细，你哋听下。咁啊，睇下咩先？系啦，佢话咧，佢有一单咧就咁样嘅，喺西贡啊，有人玩嗰啲独木舟咧，9个人一齐跌落海，就一个人救起嘅时候已经系昏迷嘅啊！咁话。即係你知道啦，晏晝4点几嗰陣時，琴日個風勢就最惡劣，係嘛？話西貢都有成70公里嘅陣風，咁啊有好多人啊，好多人咧就水上活動嗰時候求助啦。佢哋玩直立板同埋獨木舟嘅人士，你知禮拜日咧就一定係多人出去水上活動嘅，咁就9个人一齊墮海喎，其中2个人獲救嘅時候咧就昏迷送院，事發就喺個白沙洲。警方就是4:03咧，佢接到有人报警啊，4只独木舟翻咗艇，
九個人咧突然被大浪啊就捲入海啊，當中有兩個小朋友添，小朋友啊冇事喎，反而昏迷嘅就一女子又送院搶救啊，係翻側懷疑遇溺添，24歲少女救起嗰陣時昏迷，咁所以就即係細路仔反而冇事咯，有陣時啲嘢都難講啊。咁而家嗰係天氣係唔尋常，有啲專家話熱都唔尋常啦，你台灣地震咁樣係咪啊？咁一熱咁周圍啲地方都有啲情況，咁可能咧，即係台灣嗰邊咪大地震嘅。有專家話咧，可能係開始啊，佢遲啲可能更嚴重都未定，因為佢覺得係震得奇怪。咁呢個咧詳細我哋中國新聞嗰度再同大家講一講。一個鐘頭啊，只係一個鐘頭啊，有20宗水上活動啊需要求助，所以咧就非常危險啊！而家佢又冇又唔係紅旗，又唔係咩旗喎？琴日突然間係突然間嚟嗰啲咁樣嘅怪風。好啦，咁啊講下啦，確診方面咧就7322啊，數字就唔係幾理想啊，死亡人數去到23。嗱，琴日睇到啊許樹昌喺無線嗰度咧都出嚟講啦。無線突然間講話疫情開始緩和啦噃。咩0+7啦？嗰啲揾阿專家許樹昌出嚟講，咁我都冇睇，都估到係叫人即一定係打齊針啊咁樣嗰啲啦，就小心小心啦，估到係呢啲咁嘅內容啦，係咪一定啱噶嘛？咁但係死亡人數嗰度，你要防到重症同死亡率先俾你開咗個關，而家放風放到咧，就今個月就會放0+7喎。係啊，我睇啲報紙，今個月0+7。得唔得啊？咁突然，咁澳門又真係鬆咗嘅。咁但係而家你香港死亡人數倍增喎，真係一倍喎，10個8個變咗23個喎。啊，當中涉及18男，有5個女人，年齡介乎58至94歲嘅，大部分都患有長期病啦。就有17個就冇打齊3針嘅，有6個死亡人就係打咗3針。咁就話仲有2650人留醫嘅，嚇咁啊211就係新入去嘅，啊477人咧需要入嗰啲隔離病房喎，嚇咁啊情況，如果你睇數字係嚴重過琴日噶，嚇感覺上係嘅，咁佢哋講0+7嗰度咧，啲專家話只要香港嘅醫療系統即係唔爆就得噶啦，佢話頂得順。都可以考慮緊，積極考慮添啊！甚至係啊，點解而家咁積極嘅咧？突然間啊，即係好突發嘅啲嘢。啱啱之前仲喺度講緊話，有人即係輕視疫情啊，令到啲市民躺平啊，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言語。而家講下講下個風向咧，又好一致啊！人哋澳門嗰邊咧就真係快啦啊！這個即係今日起6點鐘開始放寬通關要求。只需持有48小時內核酸證明咧，就可以喺澳門咧就入珠海，即係代表澳門人翻大陸咧就咁噶咯喎。有冇講隔離？有冇剩咧？冇提喎。啊，究竟係咪真係放到冇曬咧？佢有幾多字我讀俾你聽啦。佢而家就係話咧，嚴格遵守防疫要求啦。咁啊，入珠海喺澳門入珠海，今朝6點鐘起。放寬只需要持48小時內核酸證明，使唔使打針冇提，使唔使隔離冇提，淨係需要48小時核酸證明啫啊！咁樣樣，如果真係提多啲，係咪真係唔使啊？咁如果真係唔使，咁其實基本上已經係通關嘅咯。佢真係驗一驗，跟住咁樣樣喎，自由出入境咁樣，你仲唔係通關係嘛？咁呢個就要詳細大家再研究咧，網上啊。咁啊，揸馬嗰度咧，好似～有人話佢扭 pat pat 喎，係咪啊？係咪改期唔搞啦咁樣嚇？入咗只1個禮拜又唔搞，咁而家最新嘅消息咧，揸馬考慮改期，或者係明年2月咧就舉行噶。政府話仍然願意協助今年係如期舉辦嘅嚇，即係如果你想準時唔延遲。我哋香港即係香港政府咧，依然係會如期舉辦嘅，協助你哋咁樣樣。咁啊，希望有轉機啦。佢哋喺度商談緊。對我嚟講，我又唔知係啲乜嘢。但係對可能因為人多啊，嗰個
畫面啊，俾外國睇，因為呢個馬拉松唔係就係香港舉辦嘛，你俾第二度睇到，哇！人哋全世界開曬嘅，你呢度咁樣嘅，即係當你係乜嘢噶？係咪先？使唔使咁驚啊？咁樣樣咁啊？香港政府話唔係唔係驚，我哋都全力協助嘅啊！咁啊，可能即係睇到嗰個互相嘅態度，開頭係有啲入咗紙又唔係好理人啊咁樣樣嗰種啦，咁樣嚇咁啊，但係政府好多嘢理嘅，咁啊睇下佢會唔會如期咯喎，咁啊即係總之就會搞嘅，佢唔係講到咁決絕嘅，又係會搞嘅。好，咁另外講啊 ，Doctor Kong 咧入咗去竹篙灣隔離喎，做乜咁大鑊啊 ？Doctor Kong 嚇係究竟哦係真係中咗招啊 ？Doctor Kong。阿邝士山先生啊，咁好多人都新中啊呢一轮，好似之前冇听人中，冇听过人中嗰啲都中埋嘅，即系曾志伟、严明熙啊，好似呢个 Doctor Kong 呢啲咧，佢好犀利噶嘛，又教人洗衫唔系咁重要噶，啲衫个病毒唔喺嗰度嚟啊，又教人点样换位啊、戴罩啊，嗱佢嘅分享点样唔中招咧，佢都中埋啦，佢又衰咗啦。冇发烧，只系喉咙痕啫。喉咙痕都要隔离啊嘛，好严重啊嘛。喉咙痕，你估想饮下嗰啲咁样嘅咸竹风就可以得噶啦？啊，饮下蜜糖，你谂住得噶？要隔离噶，你 Doctor Kong 年纪比较都白头发，我唔知佢几多岁，可能后生仔嚟嘅。啊，咁啊入咗竹篙湾啦。咁话咧，见到饭盒嗰啲胶餐具啊，热到融啊！哇，佢话目前表示收到饭盒。经见胶餐具过热而融化，令不少网民高呼恐怖。有人笑称，起码知道个饭盒系热嘅咁样样，咁啊分享翻个入边究竟有啲咩啦，同埋自己个病情咧都算系轻微嘅。点解你要入去嘅？可能年纪系嘛，同埋为免即系传染家人啦。咁啊 ，Doctor Kong 咧已经打咗三剂疫苗嘅，为免传染家人咧就自己决定咧就入竹篙湾度隔离嘅。啊，咁啊。唔到你分，即系你都确埋诊啊！咁你分享嗰啲都系咩啦？咁其实我都即系我冇确过诊啦。其实我都可以分享，不过我都唔知道自己有冇，因为可能佢哋嗰啲日日要验啊嘛。我哋嗰啲唔系话日日验啊，虽然收到检测包系咪？咁但系即系有人翻工啊，日日验，所以佢哋会比较知道。好啊，咁啊，另外讲一讲其他新闻。嗱，先讲验湿嘢，14岁少女女童添啦，列作系啦。都唔系少女，女童嚟嘅啫，遭非礼，61岁色狼当场被捕吓。琴日晏昼4点，有个14岁嘅靓妹仔喺深水埗站嘅列车被个61岁姓霍嘅男人非礼啊，姓霍嘅，我哋谂到唔系微辣嗰个霍哥，因为61岁啊，霍哥系好细嘅，细过我嘅，咁所以就30零嘅啫。咁案件交由呢个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啊，这个都算是老淫虫嚟嘅，搞靓妹咁离晒谱。咁另外有个29岁个男人啊，喺文具铺偷拍个女童个裙底啊，个手机收埋400几张女童嘅裙底照，啲变态佬嚟噶。咁警方咧就拉咗一个29岁嘅男人，佢多次咧就偷拍人哋嘅裙底啊，就今日喺东区法院提堂啊。咁原来佢咧喺5日前啊，接获到一个女人嘅报警。屋企一个7岁嘅女仔，7岁嘅女童啊，就喺北角嘅英皇道嘅玩具铺咧，俾一个男人用手机偷拍裙底。经过调查啦，哇！这个男人嘅手机收埋大量嘅儿童色情嘅照片啊，但系咧全部都系5至10岁嘅啫，专拣啲细路埋手嘅。拍摄日期咧就5月开始影，影咗4个月，已经影咗400几张啊！哇，你谂下，4个月400几，即系1个月100，平均一日影3张哦！你死变态佬，你话我都冇留意到我身边有几多小朋友着裙啊！佢就见到啲小朋友着裙就见到就影噶啦，基本上，哇！这个死变态佬真系俾人拉咗啦，而家系啦，咁啊，大家可以放心，都唔系啊，其实变态佬唔系第一个。通街都变态佬，咁大家自己就小心。好，另外讲一讲呢、这个，你有冇见过啊？有冇人见过食嗰啲观赏鱼？
嗰啲熱帶魚咧，啊，即係你睇嗰套 Memo 啊，嗰套叫做咩《深海奇兵》嗰只主角嗰啲 friend 啊，啊，有人清蒸咗嗰啲咁嘅觀賞魚攞嚟打卡放閃喎，啲網民話睇到都反胃啦，一條橙撳撳嘅。啊！嗰啲咁嘅熱帶魚、珊瑚魚咧，本身就攞嚟望噶，佢竟然咧走去姜葱咧就蒸咗佢嘅，咁樣樣。有人話啊，海定養噶，個意思就話即係究竟係放喺個海嗰度揾翻嚟啊，定係自己養啊？最後咧原來唔係，係食嘅。哦，咁樣嘅就攞姜葱咧就蒸咗佢。咁有啲網民話睇到想嘔，但我睇到又唔係喎，見落好似幾好食咁啊，衰鬼！咁啊，但係當然唔好。即係呢啲，屌大把魚食啦，使乜食到珊瑚魚啊？有啲人話咁靚喎，睇落真係殘忍啊！咁靚嘅嘢你都食得落嘅？點解靚唔靚啊？豬夠可愛啦！嗱，我哋咧發起呢啲咁嘅慈悲心，應該一視同仁嘅嚇。咁有人話咩老鼠斑、青衣三刀啊？咁嗰啲都係五顏六色噶啦，咁樣嗰啲唔可愛咩？係咪先？咁所以就話。即係大家就唔好亂咁擺落口啦，啊！咁另外上次講到有個咩話，順豐收貨員啊，推住個阿伯啊，就話其實個阿伯跌親，又送佢目的地咧，咁公司咧就發放10,000元嘅獎金咧，就嘉許呢一位哥哥仔嘅。嚇咁啊！呢啲我覺得係舉手之勞啦，係咪先？助人為快樂之本啊嘛！咁佢啊得到10,000元獎金啊，鼓勵。多啲人做呢啲事啦，即係香港人係咁嘅，自發性就真係少之又少啦。就係因為呢啲咁樣充物以罕為貴咧，先話獎俾你10,000元。如果香港個個都係咁啊，好似你咁啊，邊有錢醒啊？係咪？呢啲係應份嘅，應該就以我見到就係呢啲係你做到嘅，咪做下咯。咁另外有一單咧，又好人好事喎，有個80多歲失蹤嘅阿伯咧，危坐喺山邊，腳趾咧就擦損噶。咁啊，警察咧就好窝心，剪咗个箍笋啊，俾佢当鞋啊，就唔好俾佢咧伤上加伤。佢而家即系只脚系有啲受伤啦，咁个阿 Sir 咧就帮佢啦。因为呢个阿伯系失踪人士嚟嘅，话佢系失咗踪啊，之前吓搵翻佢啊，咁啊见到佢只脚好似有啲损伤啊，咁阿 Sir 就将一个箍笋咧剪开两半，就俾佢当鞋咧，就笠住个脚板，就等佢慢慢就落翻嚟噶，交翻俾个仔照顾啦，咁样样系真系阿伯真系好彩嘅，吓有啲搵唔到啊冇咗噶啦，咁啊好彩阿伯又搵得翻，可能喺啲近市区嘅山边啦吓，咁样样啊，咁另外讲下啦。呢單就黐孖筋嘅，粉嶺禁固案被夾上一個私家車嘅少年啊，啊中五學生啫，17歲，曾經向黑幫咧就借10,000元，邊有錢還啊你10,000元？咁啊呢條友仔咧就喺港島區讀中五嘅，話佢有黑社會背景，咁啊曾經多次咧就向嗰啲有黑底嘅朋友咧就借錢自用啦，借下借下咧就十皮嘢噶啦。咁啊借咗又唔还，当中涉及赌债添。你18歲都未够，喺边度赌啊？咁啊好多都系外围嘅，系嘛？咁啊嗱，呢个僆仔咧，因为冇钱还啊，俾人夹咗上私家车。最后经一轮个警匪追逐战啊，嗰个私家车咧就喺粉岭撞咗个路牌又停低，个僆仔就获救啦。因为阿 Sir 就真系见到有人俾人夹上车咧，然后追车追佢。咁啊，警方咧就即系。叫呢啲算系非法禁锢啦，系嘛？咁啊拘捕啊，仍会继续，又相信有更多人会被捕嘅。咁呢个17歲嘅少年啊，啊咁啊佢17號当晚嘅7點喺旺角朗豪坊俾人啊，即系一个收数嘅男人见面啦，冇钱俾咪夹你上架宝马咯。咁啊事主个老母咧收到电话话个仔喺佢哋手，咁啊话揸人钱喺大埔去火车站交收咁样啦，还湿皮嘢。咁阿媽擔心啊，報警啦！18號凌晨4點，咁啊話諗住出嚟啦，交收啊，交收啊，點知咧就阿 Sir 埋伏，一擁而至，眾人見到啊鳥獸散嘅，咁啊其中兩人啊同阿 Sir 就追截追截，啊另外兩個咧就上私家車，同埋嗰個被夾咗個肉心啊，算係阿事主咧就係走，咁啊跟住咧追車啦。啊！一撞啊，停咗咯噃。行动中咧，拘捕4個男子噶，介乎17至26歲噶，4個都有黑社会背景嘅。你话真系香港吓、啊，你自己学坏都冇办法嘅。咁你10,000元喎，系咪啊？即系话晒都10,000元啦，点解咁容易？即系最其实就唔好黐埋啲即系唔好嘅人度啦。
而家次次你夜晚如果你喺元朗區有人生日話飲嘢食飯啊，出嚟慶祝，你都唔知道去唔去好。次次咧都話劈友嘅。琴日有單元朗酒吧生日派對咧，就變咗血腥收場。群殺持刀追斬四人受傷，一男子重創昏迷。嗰張相高空影落去咧，成路都係血，唉，成條路都係血，好恐怖啊！咁啊，斬人事件啱啱頭先凌晨，警方接報有十個惡漢，十個斬人斬四個啊！喺元朗安寧路都唔得安寧啊，個屋苑叫細雨。细就啊，细就啊，对开大战，咁当中有人持刀作武器噶，四名男伤者当中一个37岁男子咧重创昏迷啊，31岁男子就半昏迷，哇，都斩到奄奄一息嘅，两个人啊，27同埋41岁嘅两名伤者咧就头手受伤，清醒系嘛，咁啊事后两人都涉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喎，啊轻伤嗰啲被捕啦而家。咁话咧，将案件列作伤人处理，元朗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啊，就追缉十几个人咧，就归案啊。佢呢件事咧，就话喺个屋苑个细就嘅内街个地下嘅酒吧啊，当中有人搞呢个生日 party， 因为碰撞问题咧，就老母噶，咁啊发生争执，啊有人就吹鸡即系 call 马啦。叫咗大批惡漢咧，就搭的士趕至啦，就攬埋刀添噶，就喺酒吧入邊啊，喺入邊追斬咧，就斬到出街出面啊，情況極度混亂啊嚇！咁啊，其中兩個男傷者咧就瞓咗喺個地下同花槽，就四周全條街都係血，係啦。咁我話十幾米範圍路面均有血跡斑斑，場面就係嚇人噶嚇。咁啊，即係冇。即系唔好出去玩啦，夜晚就同埋即系系啦，见到危险就不过有啲人系咁嘅，有啲人系咁系啦，冇办法，呢啲都系命嚟噶，叫你唔好你都去噶啦。咁我就一早就话唔去，我嗰阵时同阿希希分享嗰啲咁嘅江湖历练啊，即系吓死佢，吓到眼都突埋，因为嗰啲都唔啱嗰啲嘢都错晒，一求气嗰啲人系。你话求财啊，俾钱就求气喎，求气就冇计噶咯，要出咗啖气噶啊！咁我讲另外一单呢啲都暴力事件啦，希望就将来唔会再有发生噶。而家2022年，讲翻去2019年反修例事件冲突，咁啊有个商台记者咧喺旺角俾个防暴警察咧在后面咧就射海绵弹啊，就击中个背囊噶，咁啊投诉。警察課啊，個完成嗰個投訴查詢啦。佢指在場警員多次要求記者離開，但未有理會啦。記者更衝上前用手觸碰一名警務人員手部，然後又轉身逃走。因此警員認為啊，因此認為警員追捕及發射海綿彈並非不合理。由於冇足夠證據支持個指控咧，因而列作無法證實喎。嚇！佢又話追捕同射海綿彈就冇唔合理，但係就冇證據指控係無法證實嚇。咁記者咁佢話有掂到個警員啦，咁所以就話個規矩就係你掂到佢咯。如果掂唔到咁點咧？佢話佢掂到佢，佢話佢觸碰到喎，佢唔係話攻擊喎，佢觸碰到一個警務人員嘅手部，然後轉身離開。咁如果轉身離開呢個發射海綿彈係屬於佢係並非不合理啊嘛，佢話嗰個調查並非不合理啊嘛。咁佢轉身離開就可以射噶啦。咁呢個我真係唔知喎，呢啲係警例，即係警察嘅規例嚟喎，我都完全唔知。咁啊，講到商台嘅回應啊，佢係已離職噶啦，即係嗰個記者啦。嘅當事人對調查結果表示遺憾啊！佢質疑投訴警察課調查結果與事實不符啊！佢當警員發射海綿彈，記者發現被擊中之後咧，記者就停在現場表明身份，但係警員轉身就離去啦。哦，即係佢射咗中咗槍嗰、那個，跟住轉身話我記者嚟喎，咁啊阿 Sir 就走啦。佢話並非調查結果所言嘅追捕啊。有乜好追捕呢？其实你根本就是记者，咁可能会唔会走火啊？咁样啊，唔知啊，真系系嘛？咁啊，将要求警方复核调查结果作出交代嘅。咁开咗枪啦，咁啊，防暴警枪声后咧，商台记者背囊咧就多咗个窿，亦都有嚿海绵弹喺度，吓咁都无法证实，
唔系射出嚟，唔通掟出嚟啊？咁样样啊？咁啊，总之而家咧就话两项指控啊，而家都无法证实啊。咁啊，打和啊又啊，是但啦。咁啊，有新闻就讲俾你听咯，纯粹系转述嘅啫，冇意见啊。系咁啊，讲下其他新闻啦。你即系你有冇谂过喺个单车径度会发现一个天星小轮嘅？嗱，呢单嘢咧就喺头条日报嗰度讲出嚟，个天星小轮离奇弃置喺大埔嘅丛林中。咁啊，睇到真系峰回路转啊！佢呢部天星小轮被发现弃置喺大埔单车径旁边咧，有相片喺网上疯传，我都想搵搵打个卡喎。而家咁原来咧。呢、这个所谓的天星小轮啊，就并非是天星小轮公司啊，而系属于私人拥有。就发现呢部小轮啊，曾经是庆回归25周年的摆设展品。哦，咁样嗱，成部喺个喺个单车径隔篱咁样样，但我真系唔知咩位置。话有地址喎，吓 Google Map 喺大埔边度啊？400千火变电站隔篱。在粉岭公路嗰头，康乐园嗰头嘅，啊有部咁样嘅，真系有部渡海小轮、天星小轮喺度摆咗四日噶啦，话部嘢嗱，咁啊话第二日已经有朋友话冇咗啦，啊咁啊可能系一啲展品嚟嘅，你开头以为天星小轮啲船啊，点会咧无端端点会有架船喺度啊？其实系嘛，咁啊另外咧将军澳啊有军装警察咧就唔见咗本。巡逻车记事簿，警察呼吁咧执咗唔该交还啦，啊咁样样嘅，入边会唔会有啲个人资料咧？即系抄咗人牌啊咁样嗰啲咧，吓呢啲就不得而知啦。总之执多阿 Sir 本簿咧就俾翻佢啦，吓、啊、咁另外喺秀茂坪有个毒品饭堂咧就拉咗13个男女嘅，吓、啊、总共拉咗13个男女，个单位有个44岁姓邝嘅男子身上揾到一克海洛因，一克。咁跟住咧就懷疑啊，經營煙竇就販毒被捕喎，咁又揾到4克冰啊，咁啊2克海洛因，咁好少喎，咁但係咁多人咧，11個係咪少少就已經得嘅咧？咁我真係唔知啊。呢11個人啊，年齡介乎28至56歲嘅，就係服食同埋注射危險藥物就被捕嘅。哇，滴咗花藥氣都果味噶，啊所有。被捕人而家被扣留调查喎，去有排点啊！呢、這个真系咁啊，扣留如果真系48小时啊，真系大 Q 镬啦，系嘛？咁啊，系啦，咁啊呢啲就叫大家唔好吸毒啦。咁啊，警方有个雷霆扫月咧，仲扫咗拉咗20个，包括4名通缉犯添啊！咁啊，日日都有呢啲咁嘅事件嘅，咁啊，大家自己唔好跟坏人啦。咁同埋咧。而家七仔以地區網絡支援啊，喺 7-Eleven 啊，可以幫襯阿明哥啊，北河同行啊，推出食得飯啦嘅互助行動喎，係咪可以喺七仔度捐錢啊？佢係去七仔度買個嗰啲七仔嘅飯盒，跟住佢每買一個飯盒咧，七仔就會捐5毫子俾北河同行。哦 ，very good， 係啦，咁啊同七仔咧就聯合。以地區網絡支援啊，深水埗明哥嘅嗱，咁啊，大家如果即係你話，哇唔係喎，金鐘呢兩餸飯好貴喎，咁樣你七仔買飯啦，做埋善事都仲得。今日時間嚟到呢度，唔該，拜拜。